林晨化的球种还蛮多了，现在面对左打者哦，王新全来讲应该是外角球要多一点。对啊，结果这个球挥空，现在形成了一好球一坏球。戏剧的下半，一分落后的合作金库，来加油加油！哇，这一刻真正的紧张。王新全的一个前跨脚哈，在空中停滞的时间还蛮久的。那对打者来讲，这是一个很不容易的事情。所以你停留的太久了哈，只有让他掌握那个击球的 timing 哦。迪辉哦，天生好手。这个球好球进来，打者没有出棒，变成了两好球一坏球。现在曾同学呢就要来帮队友林晨化来加油了。球数是让投手呢取得的优势。林晨化的身材相当高大，188公分。哇，这样的一个危机呢给化解掉，也结束了继续下半的合作金库的一个攻势，目前还是0-1落后。